呀，可以说中文了。现在玩儿。全军出击！我没汉化啊，哦，你们没汉化，我汉化了。来，给我打个野，黄色的迷彩服，一级学啥来着？这英雄啊，一级拿刀砍，对，差点忘了。近战拿刀砍，每次多几点伤害。来打个鸡吧。我觉得这英雄打鸡就直接交惩戒得了，反正打得也快。哎，打完鸡，咱吃一手蓝 buff。biu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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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一刀，再砍一刀，接个 q，biu，biu，biu。别回血了啊！走上路，赶开一波。哎呀，这家伙配合的不是很好啊，只能说是配合的不是很好。我们上半段的血应该是没了。去下半段把血拿了。水友太菜了，哎呀。别管菜不菜，知道吧？死的确实是有点快了，这。不知道这狗熊打没打野呀？我要是上半段血没了，下半段血也没了，这狗熊打野有点快，完了，我这双血全没。我偷他个鸡吧！我们只能打他鸡，打他石头人了。要不然升不到四了。我其实就上路是最好抓的，你知道吧？好，这波咱们来中。比如，我操！这个 E 技能 E 歪了，哎呀，我太难受了！我这个 E 歪了，我操！我想 E 出塔的，他啪一下一个滑铲进塔了，整的我投资贼痛。没事没事，无所谓了，死了他也没拿钱，没关系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！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我来 carry， 我来 carry 你们。
来来来来来，这梦魇怎么不动了呢？你这不行啊，这多好一波赶快机会啊，你咋不动了呢？卡住了。这是啥意思啊？这是杀他来！这狗熊可挺吓人的，狗熊几级了？狗熊六级了，我操！不是说刮痧他不配合我呀，这刚才我要上的时候你知道吧，你别打字儿啊，刚才我要上的时候其实机会很好你知道吧，这把就完了，我们这全线崩盘呢。这狗熊打蓝去了，清一圈先升个六啊。等我把蓝打了，去上路把禁杀了。这种没有位移的 AD， 等奥恩六了，我们很好杀的。下一个人头应该是在上路出现。来，跟我上来。必须得交所有技能把他杀了，必须，他必须得死，我们这波赶可不可以不死人，这个我管不了。先来个小打野刀啊，你跑得挺快，借我一波。去下路把蟹吃了，峡谷估计没了。下波再去上路啊，等那个奥恩大招好了，我们再去。打不死，狗熊不好杀。小炮猛成这个样子吗？啊，有点不像人了，这小炮。
往上走嘞。我有啥用？我们家4-19，我还能有啥用？我还能有什么用？你想让我有什么用，兄弟？你想让我有什么用？哎呀，还你有啥用？人家家4个人，你想让我有什么用？你说。这是英雄联盟，不是神仙乱斗。我没开挂。还是上路好抓，我发现。哇，奈斯啊，奥恩。Fuck you！ 给我点烟了。我们最好赶快的一路上路啊，塔还让人给推了。这是我们最好赶快的一路。快点过来来。哎呦我操，对面的下路还来了。辅助单杀打野。我这单杀打野，单杀中单。哎我操，这小炮他妈的这个装备属实是有点膈应，属实是有点太猛了，这小炮的装备。AD 单杀打野，那 AD 杀12个，那叫12个人。AD 单杀打野还不正常吗？给我12个，我一秒让他没。打个蓝去。有蓝没？先打个蛤蟆，这英雄打也可以，比上路好玩，比 AD 也好玩一点。只不过这把吧，劣势稍微是有点大了，劣势太大了。你这下路那都这都管不了，这下路我操，下路像个鬼一样。这小炮，哎，我2枪，我人没了。
收割一波，这波小炮不走，我们能杀。哎，虚夫啦，来个人头。在不在？哎，这狗熊怎么回事？这派克杀我可老快了，等一等啊！来个幽梦，下件装备我们夜印之风啊，没事，我下马再打半天就行了。这崩地太快了，这十七分钟干了35个头给对面，那肯定是不太行，我们这把那肯定是打不过，那都起飞了。手榴弹，哎呀，怎么飞个手榴弹往我这飞了？正好韩冰死了，手榴弹从他脑袋上弹过来了，飞到了我的脑袋上。这小炮可也不急，这小炮三枪我就倒。不行啊兄弟啊，上不去呀，挺吓人呐。比如不好意思，我有风墙。再比如比如没突出来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他妈泉水里套我点盐，属实有点烦。这小炮这么嚣张吗？这塞拉斯打我有点痛，要不然这波全杀了，收割了这波。
把他打死，我马上出来了，他走不了的。他能直接放大，这塞拉斯其实挺赖，我跟你们说，晚点塞拉斯就会被削。